谢啊，我姓孙，孙秀梅，今天有这个荣幸参加这个自然疗法啊。我这个华佗研究上啊，是在一个因缘之下啊，因为我的师父本来我不认识，有个机缘跟他结缘，然后他过来跟我讲，他说因为我本身是个非常爱漂亮，追求真善美哈、啊，是个完美主义者啊，我师父过来说，哎，我可以让你更年轻，然后可以让你瘦一点，体态很好。我就说师父啊，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你这么好的东西，它可不可以正常的饮食，因为我喜欢美食嘛。然后说可以来正常吃，那我想说太好了，可以吃，然后又可以让我年轻漂亮啊，瘦身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我是个标准的消费者。这样的因缘机会之下，我就去求诊啊。那我接触到这个东西哈、啊，那他这个是一个那个华佗的那个五绝之一，是我师父他得就挺多后，从这个他也是跟他的师父给他流传下来给他的。我享用之后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讲一下，我今年65岁高龄啊，那就用到这个东西将近10年，我就觉得我还满意。体态年轻各方面就是可以让我青春永驻啊。这个东西好到真的是不胜枚举啊，尤其在这个回春啊、还原啊，然后疑难杂症说的前些，用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我再也不生病，也没有感冒，没感冒过，所以它的免疫系统它是非常高的。还有这个最简单就是说，我自己感受到的，它好像就让我保持到不老啊。但是对这个东西我非常的喜欢啊，还爱它啊。我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这个东西可以在这个可以发扬光大，利益众生，这是我这一生想做的工作。借由此机会我想把它推出跟这个社会有缘人大家一起来。